今日好開心啊，因為聽講三文魚子多食。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食三文魚子嘅，呢排日思夜想都係想食三文魚子。今日終於可以滿足到我啦！哇，真咩？我哋就揾咗个小帮手帮我哋一齐食，可以两个人一组。咁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开始挑战啦！好，开始。我哋终于可以试下呢个一大口咁，成口都系三文鱼子嘅感觉。嗯，好感动。哇，好正啊！其實唔係好多啫喎，一人三碗都搞掂。係啊係啊。咁咪仲快啲，得翻三分廿七啊！我不多啲飯要食嘅。係啊，因為佢食到而家呢一刻就有少少鹹。雖然係食唔曬，你都要 enjoy 啊！體育精神。咁今次挑战失败咗啦，最大原因系我觉得系我废啦，同埋其实食到最后咧系有少少咸嘅，咁我觉得可能会捞啲 wasabi 食好啲，但我哋唔记得咗，呢个可能系大家可以试下加翻啲 wasabi 食，可能你会成功。